院长，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朝野协商，也特别向您报告，今天早上立法院有发生过去没发生过，委员直接破坏门锁进入到委员会会议室，4:53破坏门锁进入到会议室，5:00的时候就有民进党团的总召带着民进党的委员余冠进入。我们想问，过去议场在第10届的时候有确定，因为之前也有民进党的委员从议场后门进入到议场，也因此当时做成朝野协商结论，就是以后都一致规定7:00只开放议场前左边的这一个门，其余三方的门都是7:30才开，就是要有公平一致的原则。我再次强调，当时就是在第十届的时候，民进党的委员从后门进入到议场，也因此当前门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排队准备好进去，一打开才发觉说民进党委员已经坐在主席台上，而当时经过朝野协商确定所有以后都是开7:00准时开前面左边的门，其余的三个门是7:30才准时开启。那我们委员会的部分也要不要确认，第一，是不是应该要换一个更好的锁，不能让任何宵小或是任何委员能够这样破坏门锁就可以直接进入。第二，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一致的规定。我想院长，今天我提出来，是不是请您可以请秘书长或是相关的人员来严拟，但我们要强力的谴责这样子破坏会议室、破坏议事规则、破坏门锁的犯罪行为。我想这已经构成一个犯罪行为，监视器都已经看到了，尤其身为立法委员应当以身作则，这一点我们也提出强烈谴责，谴责民进党团用非法的手段破坏门锁进入委员会，阻挠开会的过程。谢谢。特别跟洪书记长还有各位党团干部报告，我们现在正在查这开锁的人是我们院本部委员的秘书还是外来的人，这个中间很大区别，容许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查完之后必须要跟朝野各政党来报告这个情况，如果是外来的人，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。谁让的？
不要动手啦！不要把你们那个弄翻了！你抓我干嘛？你抓我干嘛？